这里是位在基隆的约会圣地忘忧谷，沿路上的风景赞不绝口，开出隧道外风景迷人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有很长的忘忧谷步道，无敌的海景，还有白色阶梯。走至谷底，可看到滨海步道。走累了，还可以到凉亭稍作休息。放眼望去，有山，有海，风，所有的元素都配合得恰到好处，仿佛置身在与宫崎骏的动画影片之中。这就是忘忧谷的魅力来源。记者郭成君，基隆市报道。